Hello， 大家好，艾伦带你飞，我是超级艾伦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北京王府井来看一看啊。受这个疫情影响确实很严重，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王府井大街，真是空空如也，是吧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说今年对这个北京旅游业的打击真的是非常大啊。平时那个六七月份，如果来到王府井大街这块儿，就各种旅游团啊，包括打着小旗的这种旅游团队啊，都是走不开的这种感觉。但是今年，大家可以看一眼啊，我一会儿把镜头转过去，让大家好好看一看。看这条大街上，基本现在是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但是今天北京的天气是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棒。给大家看一眼北面，啊，北面这侧也没有什么人，但是今天北京的天气绝对是万里无云啊。哇，那给大家看一眼前面的这个位置，就是王府中环。王府中环基本上是王府井大街逼格最高的商场，现在目前为止它整个里面的物业设施，包括卖的一些产品的档次都是非常高的。大家可以看一眼，基本上属于一种关业的状态。连这个献血车这个附近也是没有人啊，看一眼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对面的著名的王府井小吃一条街，平时是非常繁华的，这里面挤的全都是人，而且这个巷子稍微有点窄，但是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了。我们看一眼啊，这个地摊经济刚刚开始，现在又面临着这样的情况，真的是非常的不给力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空无一人，基本就剩摊主自己在这儿是自娱自乐了。哎，哈喽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王府井大街北侧的这个天主教堂附近，但是前面还有人在拍婚纱照啊。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，是吧？以前都是这个各种的人肉背景墙非常多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倒好了，是吧？基本没有人了，给大家看一眼。现在拍婚纱照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选择，是吧？哇，现在来拍婚纱照确实是非常聪明啊，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的，自己可以